就是他，他就是宋波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快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押回去！大人，我犯了何法？你不分青红皂白叫抓人？大了无公子的人就是犯了王法，押下去！走，狗官，你们蛇鼠一窝！走，狗官。 跑得也这么快吗？上前面再找找，可能躲在什么地方。走，带人犯！啊！贝爷，贝爷，互相勾结，残害百姓，天理何在？本公子就是天理。 狗大人，不用审了，将此人押入死牢，择日问斩，敬效尤。是是是，全听狗公子安排。来人呐，将此人押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诺，狗官，狗官，残害百姓，狗官。 公子，下官以后还仰仗着吴公子在丞相大人面前多多美言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放心吧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吴公子，请里边坐。吴公子，下官见内特地为吴公子做了点拿手美食。 还请吴公子赏脸呀！狗夫人亲自做的，是是是。好，那本公子就恭敬吴如从命了。吴公子请。